反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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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两岸不得进行任何政治谈判。现在他们在做什么？现在还是一样持续动员大规模的警察朋友，动员大规模的警力来将我们团团围住，为的就是要保护他们执行这个王章会，举行这个王章会。现在我们大家再想个口号：人民举红牌，人民举红牌，拒绝王章会，拒绝王章会，人民举红牌，人民举红牌，拒绝王章会，拒绝王章会，人民举红牌，人民举红牌，拒绝王章会，拒绝王章会。好了，主任访台感觉怎么样？好不好？